天到面的，祝大家毕业快乐，拜拜。同学们，我们准备高飞吧。最后呢，我们祝应届毕业生毕业快乐。最后祝福大家毕业快乐，勇往直前。各位正在观看影片、参加一场不像毕业典礼的毕业典礼的各位毕业同学，大家好。各位老师、各位家长，还有校长们，我是市长黄伟哲。今年我们受到 COVID-19 疫情的影响，因为停课的关系，同学们也提早离别了。今年的毕业典礼特别的不一样，大家都在电脑前面参加。虽然疫情为了我们生活带来了许多的不便，但是我还是要非常非常谢谢每位老师还有每位同学，因为有各位的配合，所以让防疫工作能更有效率。这场毕业典礼在日后各位的人生历程中，当将是一场很奇怪但是也不好忘记的一个经历。希望大家毕业愉快，谢谢各位。